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我们这里有六个彩色的娃娃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橙色的娃娃。啊，娃娃的外表软软的，打开看看哦。哇，里面有小秘密哦。这是一个什么玩具呢？这个人物好像是铠甲勇士哦。大家认得他吗？有知道他的名字的可以告诉我哦。好了，接下来看看这个橙色的娃娃。他们的样子都非常的可爱哦。好了，打开娃娃嘛，我们看一看。哦，里面也有宝贝哦，是一只老鼠的公仔，好可爱的小老鼠哦。他戴了一顶绿色的帽子，手里拿了一个茶杯，里面还有水哦。这里有一个红色的东西，是牙刷吗？是一只小老鼠的公仔哦，好小哦，可爱哦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绿色的娃娃里面，这个绿色的娃娃藏了什么宝贝呢？哦，绿色的娃娃也藏了玩具哦，这是一个蛋蛋，可以打开哦。是一个变形的蛋蛋哦，我们把蛋蛋打开，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玩具呢？出了一个尾巴来，它还有手，也有脚，这是头，这是一个怪兽的变形蛋哦，哦，另一只脚也给变出来喽。这是一个怪兽的变形蛋哦，我们再把它变回到蛋的形状哦。这是尾巴，脚也给放进去，看看又变成了一个怪兽蛋哦。接下来呢，看看这个黄色的蛋。啊，它的里面包裹了什么玩具呢？哦，这是一只橙色的小松鼠，好可爱的小松鼠哦。这个粉色的袋里面有什么宝贝呢？这是彩泥制作的娃娃哦。好了，玩具取出来了，这是一只凯蒂猫，凯蒂猫的公仔，是一只粉色的凯蒂猫。好可爱哦。还有一只红色的蛋蛋，红色的娃娃，打开看一看哦。哇，这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娃娃哦。哦，是一个洋娃娃的公仔，好小哦，很可爱哦。这个娃娃呢，戴了红色的帽子，红色的手套。这是一个洋娃娃的公仔，好小哦。好了，把我们的玩具呢全部取出来，看看呢我们的六个的
满满的袋里面呢，得到了六个这样的玩具。好了，小朋友，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到我们的频道当中收看更多的视频哦，拜拜。